来做更加大的服务，相信新老病医一
定会传承过去阮一直以来这种的理念、这种的精神，将这个服务的范围希望会当搁较扩大、搁较深入，是来会当搁较照顾、搁较侪的需要帮助的人。所以，这个今仔日我真欢喜，这个机会搁再一遍代表新老病院，多谢南山连锁您所提供这个真好的资源。啊嘛，新老病院一定会尽用阮上介大的力量，将这个资源做到上介需要人的身上。啊，今仔日嘛要多谢这些媒体朋友，唔忙讲透过媒体朋友的这个报道，予济济需要帮助的人会当接受到应该有的帮助，嘛唔忙讲这种社会上这种贴心的传播，会当透过一点这种的事件，会当予更较济人来响应这种的活动，将这种的贴心会当传播出去。这是咱新老病院一直以来所期待，会当将这种的力量更加扩充。